第二个，我想和你一起感受彼此的脑电波。脑电波？你什么工作呀？我是一名机器人工程师。工程师哦。所以的话，今天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考验默契的小游戏，就想跟女嘉宾来体验一下。就是规则是这样的，我跟对方心里都想一个人物或者名字，然后我们互相向对方提问，但这个问题呢只能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，看谁能想出对方心里想的那个名字。哦，有人想上来吗？十七号来。他们俩发型很搭。哦，这还真是。哦，第一个问题，他在现场吗？不在。我轮到你提问。他在现场吗？他在。在现场。他是男生吗？不是。他离你近吗？近。他是你的直系亲属吗？不是。他是孟老师吗？不是。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吗？是。是我吗？男生已经输了。哇，他是真的很厉害，好聪明哦。对，男嘉宾你可以看一眼对方那个名字。我写的是个历史人物。为什么会写上官婉儿？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猜头，可以多猜几轮。